其实小朋友同大人一样咧，都会有机会有近视嘅。尤其是香港嚟讲咧，因为好多人都有近视，所以遗传都系一个重要嘅因素嚟嘅。咁如果真系话四岁已经有近视嘅话咧，我哋会先做一啲检查。咁如果要确定佢真系真近视定假近视咧，我哋需要做检查嘅时候咧，先滴一啲眼药水，将个瞳孔扩大，同埋将啲肌肉放松，然之后咧再验嗰个眼镜嘅度数，先知道究竟系真近视定系假近视。咁如果真系话有近视嘅话咧，就算系四岁嘅小朋友咧，都需要戴眼镜。如果唔戴嘅话，可能会造成弱视。咁将来就算戴翻眼镜咧，视力咧都会比较弱啲，唔可以去翻正常人嘅视力噶啦。其实当小朋友一路发育嘅时候，个人长高咧，眼睛同时都会变大嘅。当个眼睛咧越嚟越长嘅时候咧，近视咧唔会话减，反而会增加嘅。咁所以一般如果有咗近视咧，就算佢长大咗咧，嗰个近视都唔会减退。但系除咗近视咧，小朋友都可以有其他眼睛嘅问题，譬如话远视同散光。如果系远视嘅话咧，可能到佢大啲嘅时候咧，远视系会一路减退嘅。咁但系减嗰个程度就要视乎佢本身有几深，同埋咧佢用眼个情况啦。咁如果话近视嘅话咧，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呢？其实如果睇得太多近嘢，尤其是一啲电子产品啊，或者好中意黑嘅地方睇书咧，个眼睛容易疲劳、容易攰嘅话咧，近视咧都会相对容易加深嘅。咁所以如果真系要睇书咧，一定要有充足嘅灯光，咁同埋咧尽量唔好话睇多太多电子嘅产品，睇啲近嘢，尽量望一啲远嘅嘢，希望近视咧唔会加得咁快。如果小朋友近视加得好快，譬如话半年或者一年之间已经加咗100度嘅话咧，家长一般会好担心咧，点样去控制近视加深？咁其实咧有三种方法嘅。第一种咧就系佩戴一啲眼镜，而嗰啲镜片咧系可以控制近视加深嘅。虽然成效唔系话十分高，但系有啲小朋友咧都可以控制近视唔好加深得咁快。第二种嘅方法咧就系佩戴一啲矫视嘅隐形眼镜，但系如果小朋友系太细咧，或者佢处理得唔好咧，其实同样都会有风险嘅，因为咧可能嗰个近视虽然冇加得咁快，但系如果真系眼睛受到感染咧，亦都会令到眼睛嗰度咧有其他毛病。咁所以如果太细嘅小朋友，亦都未必适合嘅。第三种嘅方法咧就系滴眼药水，滴眼药水咧就系放松眼球嘅肌肉，希望咧佢唔好话眼睛收得太紧，令到佢可以放松眼睛去睇嘢，唔会话近视加得咁快。呢种方法咧嘅效果系最好。不过同样都有个副作用，就是、可能睇近嘢会比较模糊，同埋咧可能咧如果见到阳光嘅话咧，系需要佩戴一啲特别嘅太阳眼镜，令到佢咧唔会话咁擦眼。咁所以都要视乎睇下个小朋友可唔可以接受到嗰只眼药水，先至可以进行呢种治疗嘅。Fine Doc, your doctor is here.